好，好人好事安咪。嗯，咁啊 ，Dota， 做乜放咁多靓容额喺度啊？一人分正啊，一阵间。冇咁快，讲下今晚主题先。今晚主题咧系支持中方传媒批判香港容官。嗯。嗱，批判香港容官，睇睇。支持佢批判，但系就唔系话乱咁嚟嘅。今晚即系要澄清下。但系太迟啦，因为要讲翻少嗰个，又系要讲啲前因后果。如果你冇前因后果咧，求其咁样中间插一啲嘢去讲咧就。不清晰的，在世界上的文官制度行得最好呢，超越了英国人管制，就是印度。所以当年他英国人派了6000个英国人去印度啫。可以管理你喺印度幾大個版圖，咁複雜，500多個小嘅國家，咁多方言，幾廿種文字，千幾種方言，佢就係英國人培養咗嗰個文官嘅制度咧，印度人咧係執行非常好嘅。好啦，咁英國人呢個文官制度咧，就喺中國學翻去嘅喎。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國的。是啊，學清朝的。英國的文官制度。好了，為什麼他叫做文官制度呢？在香港以前呢，所以他派了1000多人來香港而已。即是所有他那個每個部門之間呢，有種操作，大家有很多默契的。做事的時候，好了，哪個部門哪個單位的那個阿姐看完啲文件，他有什麼意見呢？他最重要就是最重要的批文呢，是用鉛筆的。鉛筆啊，擦得甩。鉛筆啊，擦得甩。咪咯，咪咯，擦得甩叫。名都唔使簽。但佢有批字喺度，嗰啲佢個文官制度係好啦，變咗佢落嚟你。那些官員呢，所以他要去到某個程度又要去英國學習啊，學整個系統啊，怎樣運作啊，所以他所有那些部門首長呢，誰調誰去都做得到，知不知道？記不記得啊？整個調位的。那你看著他們整好套東西給你下來，你執行而已嘛。咁你睇住套嘢有曬指引俾你點做？咁點解話佢個文官制度咁厲害呢？就佢俾好多酌情權利嘅，下放咗好多權力俾你。嗰陣時你見有啲人打交翻差館啊，有啲咩部門啊，佢又唔孭飛放你，或者批個牌俾你乜都得。佢個權力，咁佢亦都有個內部嘅協調嘅。去到咩情況之下咧，你就可以批噶啦。咁佢批唔批咧，佢就有個多數好似學翻喺法庭咁，習慣咗咧用翻啲先例啊，
我之前有單嘢咧批嘅，我如果呢單嘢咧同之前上手，佢咪批翻我上手幾時幾日有單類似咁嘅 case 咧，係咁樣處理咗，佢會寫翻喺度，即係邊個 file 幾多號啊？有個咁嘅 case 近似，所以我批俾佢。所以你見嗰時批好多小班牌俾人啊，又成為你知唔知啊？佢哋用好多行使酌情權，係啊，好似前嗰啲僭建咁。他覺得你哦，你冇影響公眾安全啦，又冇死人冧啦，冇剩啦，又冇影響走個通道啦，咁咪容忍你咯，暫唔清拆咯。佢簽個名喺度，有時有啲佢為咗公眾利益嘅話，佢咪又簽個名喺度咯。等於以前嗰、那個新界啲丁屋七十年代初搞出嚟，有個姓黎嘅嗰個政務司制定出嚟噶嘛，那個丁屋嗰小型鄉村政策嗰丁屋，佢又唔係佢諗出嚟喎，你唔好搞錯喎，佢係好多嗰啲以前四十幾個殖民地國家，每一個國家咧好多啲咁嘅糾紛啊。土地啊、房屋問題啊、孤零精怪啊，佢咪抄咯，抄廢佬，抄到啊嗰、那個記得啊邊個國家有啲咁嘅資料喎、啊，曾經發生過，我哋點處理？你要攞翻出嚟睇啊！即係佢唔使鋪鋪去諗噶嘛，即係佢乜嘢問題都遇過。好啊，變咗佢呢個制度咧，嚟咗香港之後咧。佢咁多年嘅運作咧，所以每個部門首長啊，一級級咧，就算差館好，差館同消防局好，消防局同呢、這個海關都咧，大家一個默契嘅，邊啲嘢係你，邊啲嘢我，大家唔使講嘢，嗰、那個運作好成熟。佢運作成熟咧，因為佢冇話將啲政策成日改嘅，即係不嬲都嗰套啦，唔喐嘅。佢因為佢唔喐咧，變咗習慣咗咧，啲人就話英國人保守咧，就佢樣樣都係跟翻個案例。如果冇嘅案例咧，就冇人立亂，即係創新嘅喎。你知唔知啊？做唔錯啦。除非大老細話開發新界咁樣一平拎百萬達羅大股啦，整個政策去做，一揾咪冇人肯喐嘅喎。你無端端搞乜撚嘢？冇人配合你啊！你知唔知啊？因為你啊批間丁屋喺度，或者批間小型屋喺度，俾佢嗰啲舊嘅新界屋，嗰啲重建起撚咗高，我屌又水渠部，又馬路部，又交通疏導，係咪又拉電纜，又拉電話線，又拉煤氣，嗰啲撚多部門要搞撚到周身得，係嘛？所以佢嗰種默契咧係有理由嘅。所以咧，樣樣都根據以前做落嚟嘅嘢，你就照行啦。呢個係佢哋嘅特色嚟嘅，變咗咁嘅環境咧，就形成咗喺個階層嘅官咧，就而家就叫 A.O. 黨啦。政務官有個組織啊，嗰啲而家都有個高級公務員協會㗎。咁一個月啊，打麻雀啊，食下飯啊，坐埋一班啊，咁啊，哇，掹下繩啊，係咪？係啦。咁啊，最流行喺香港咧就係陸君子啦，就是、曾蔭權嗰堆啦。陸君子差唔多佔咗六個部門嘅一二把手，喺麻雀台嗰度咧就大家好多嘢交流。又唔使講多嘢嘅，嗰日屌啦 ，Newson 無撚端端打個電話嚟，話佢老豆嗰度有間餐廳要開喎，咁屌你係咩？係咪你嗰個區啊？咁啊夠噶啦，唔使再話俾你幫幫手啦，唔使嘅，好喺呢個區嗰度喎，係嘛？明啦，明噶啦，唔使講咁多嘢，係嘛？大家有神默契。咁咧個默契咧，就係、是、既方便大家劇水，唔好過界，唔好劇撚過界，你明唔明？
啊，我呢一筆錢咧唔係我嘅，係衞生局嘅。岑哥通知衞生局，我呢筆錢消防局嘅。咁你冇撚自己真係亂撚搞，又冇撚喐撚到人啲嘢，咪屌你有冇集撚曬馬？啱啱兜篤背脊咪撲街，大家玩撚完，爆大鑊係咪啊？一人一份。所以你話你攞個麻雀館牌，攞個餐廳牌，攞個聯誼會會所牌，都由一輪車可噶嘛？知唔知啊？好撚多個部門由車可噶，我由車可咧就大家以前撳撚咗翻到度睇黃酒嚟敲門噶嘛。攞個酒牌都難攞啊！係啊，咪攞咗牌咪喺度有冇人敲門咯？有冇人敲門咯？好啊，咁你董建華上去，砰一聲。整個三司十一局，外行嘅，屌你乜亂撚咁搞，咁點搞啊？所以嗰時佢就話，總之話自己指揮唔到嘛，想喺度扮嘢，揾啲嘢搞嘛，揾唔揾到先話先整個幾十鳩一十個十一局個嗰啲局長出嚟。就攞撚咗人個權嘛，以為，誰不知咧仲撚大鑊。佢全部嗰啲而家叫常秘啦，以前叫處長級啦，咁啊點咧個撚個蚊醒噶啦，不撚都唔得嘅，因為冇先例啊。所謂搞個八萬五咪得個鴨咯，記唔記得啊？冇起過八萬。應該可以做到的，我如果你照常做，我有咩金融風暴，我做我拖慢啲咗，你嗰啲地啊好曬出嚟，你咪做到咯。但係呢個咁嘅二世祖黑衣二世祖，屌你嗰度邊喺度識做嘢啊？佢又唔禮下依人，一上場又同阿劉皇發講啦，你唔知道而家換咗朝咩？唔係英國人話事啦，劉生啊，屌你老母嚟嘅，咁串？係啊，老懵懂個撚樣啊，屌個老母！搞笑，知唔知啊？有人話翻俾我聽啊，當年你琴晚發哥屌你，我俾阿老懵懂襯，坐住到氣。係啊，咁撚個心態去管香港啊！佢哋，我以為真係君臨天下。他不能明白，就算你的一間酒樓開了檔，朝早五時推點心車仔啊，審罷工你都死了，那天誰立即請到人來推賣燒賣，你記得以前有人托啲燒賣上去嗌的嘛，不是現在落張紙的，大佬就算現在你都有些審跟你拎出來給人的嘛，是吧？何況個城市，所以你中央政府你用人，你係冇去了解。當然你好多人喺個政府部門入邊，但佢哋冇講真心話俾你聽嘛，得噶啦，掂噶啦。佢梗係話支持你噶，邊個唔支持一回歸？話照跑冇照跳，全部照舊。咁我諗住我諗安樂噶嘛，我屌你老母唔係喎，又咁又咁喎，佢唔會得撚罪你。是吧又不来的。他就接够湿你对鞋咯。对吧对吧，等你老母在赖晒屎咯。所以他忍到现在。好了，你再很多压力下来给他们做又这样又这样。他看很多面口的。你这么多建制派扮撚晒现在蟹的嘛，现在你那建制派那些议员。引到啲官都擺緊曬官威噶嘛，係議員擺官威啊，建制派嗰啲啊，當人哋嗰啲冇到噶，佢有阿爺撐腰嘛，知唔知啊？你見唔見到佢哋喺區議會嗰啲咁嘅建制派嗰啲區議員都學鳩人哋嗰啲地方嘅政務官啦，係咪啊？冇撚串噶嘛，屎忽鬼喺立法會啊！拍台拍凳鬧鳩人噶嘛，連個阿姐都鬧鳩阿林鄭啦，有個乜撚嘢嗰個，係我都唔知嗰個工聯會個阿姐嚇嚇咩娟啊？麥美娟啊，啱唔啱啫？
佢調查阿林鄭啦，用粗口嗰個八婆，咁你點搞啊？佢都唔係維穩護個社會嗰個和諧，係要大家合作噶嘛。你好多嘢係私底下講嘅，以前英國人嗰陣時嗰啲做官同埋啲議員之間咧，係私底下講好曬啲嘢咧，先領上下法會嘅，唔係話求撚其懟出去。咁你而家你董建華嗰啲咪屌你妹，為自己隻手遮天咯，亂插亂撳咯，亂撳撳仔又搞咩講咩講乜講乜講咯，咪搞撚到大隻講咯，搞嚟搞咪搞呢個數碼港咯，送撚到俾人啊嘛，咁啊快啊個數碼港，送夠咗咩？點快啊？唔撚使落訂單，唔使成係咪啊？嗰種佢哋仲想好撚多嘢要攞嘅。攞唔撚到嘛，啲民工棘撚住你嘛，即係佢覺得喂，我個社會我都有啲責任噶嘛，係唔通嗰啲嘢知唔知啊？等於你林鄭拆我啲，屌你係咪話一年之內清撚曬新界牆啊、僭建，清唔清到啊？冇喐過嚇，冇喐過，係咪啊？嗱，你一年之內你哋唔撚登記，我哋嚟同你拆撚曬有冇拆過而家？嚇、啊？做咩？咁撚簡單？喺度扮好撚打得啊嘛！咁咪拱撚咗自己落海咯！佢而家好啦，咁你去到咁嘅環境，佢哋冇解呢個死結，冇好好地咧去同人哋合作，會配合，冇尊重人。佢嗰扎官咪唔撚同你怒氣噶，咪 yes man 咯。擺落咯，意見咪接受，行動咪照舊，咁咪踢波咯，畫鬼腳咯。所以你冧緊咗花棚啊，冧咗棵樹啊，幾個月都冇部門負責嘅，啱嗎？咪有浪喺出街咯，係嘛？有糧出啦。佢靚得你冧唔冧啊？佢咪有心玩你啊？佢今晚佢自己嗰個慣例嚟做嘛。咁你嗰啲建制派啲議員啊，你而家你嗰啲局長啊，冇尊重人啊，你指唔喐噶。就算何志平做局長嗰時就指唔喐噶嘛啲嘢。到你俾咗個曾德成做啊，曾玉咩咩嗰個曾玉成個曾德成都做唔撚掂啊個局長，啱唔啱啊？好撚亂撚盡噶嘛，我哋設計嗰套嘢。有規有矩噶嘛，個程序行到，除非你由頭到尾反撚轉曬啦。譬如所以而家佢話咧，全面管治香港咧 OK 嘅，一國一制，掃撚走曬啲官，擁翻曬嗰啲幹部落嚟香港，由頭設計過曬嘅嗰啲遊戲規則，個程序啊，所有都係。但你設計都死嘅喎，你平平白白跳過曬，搞咗啲嘢出嚟，其他部門唔同你配合噶嘛？要電冇電，要水冇水，要平整馬路又平整唔到，我同你搞撚錯啲嘢，落廳打落唔撚掂，你放成咬嘅，係嘛？招標你都招標唔到啊！你啲文件都唔齊啲嘢。所以同你拖撚慢曬噶嘛，我話而家你中聯辦，當然你有支尚方寶劍啦，嗰啲揾啲左派報紙出嚟肥鳩佢啲 A.O.， 咁佢咪唔肯撈咯。他那些走出來不怕找不到事做的嘛，對不對？所以香港是很矛盾的，他們是很喜歡呢用這樣的手腕呢去管治個國家，他不知道香港的習慣是不得都歇的嘛，每天回歇一輪，他又不是不做事歇。以前英國人有鬼都做上級呢就醒神一點的，
佢限個時間俾你幾時完成個任務啊嘛？你而家你就咁樣局長個個呆撚行嘅，斷撚管冇辛苦嘅，咁你點樣管啊？你而家整個唔得掂去做教育局長添，仲撚大鑊，咁啊搞到完全唔撚掂咯，走撚咗去啦，而家留低檔攤，咁下手啲咪做撚個吹雞咯，死個大字。我很簡單的嘛，香港就是這樣死的。你又你死，就你中央政府由頭你管香港的中聯辦以前的新華社，你沒有找到一些政府公務員的心腹呢跟你說心腹話。第一，沒人夠膽問你共產黨究竟你想怎樣。我相信啲官同佢哋大陸交流咧，唔知交溝流流啊有，真係冇交流。如果有一個官員，嗰啲高級嘅 D4、D5、D6級啊嗰啲，同共產黨真係有做工作嘅話咧，私底下坐埋一個月咧聚一次，大家都坦誠嘅。嗱，我想知道你共產黨想點先？你咪真係想搞一國兩制咧，落實啦，抑或繁榮安定咧？你話清楚，冇人問佢哋一樣，我相信。絕對冇。一定。或者有人問咧，佢又係啊，我哋堅持一國兩制嘅，點點啦，揾把口。把口堅持。但個行為咧就破壞個一國兩制，指手畫腳又咁又咁。我都要鬧幾人多啦！人哋個地區政務官出去搞啲活動，咁你個中聯辦派啲地區部長出去托撚啦？究竟你管香港，我管香港啊？啲特首又冇吉事，哇！俾啲冚家產喺度蝕位出鏡，出撚完鏡啦，佢俾你啲商家都睇到佢好似好撚有權力、有地位，咁咪買浮咯？屌你又賣政協又剩啊！啱啱又搞埋堆咯，得閒揾啲報紙幫你做下訪問，收你老母10萬、8萬咯，日日諗啲咁嘅衰嘢咯，打個人心口咯。中聯辦你知唔知啊？咁啊，邊個做生意佬嘅，有啲親戚啊，要想擔情證嚟香港，咪又劇水咯，周圍搭路咯。佢搞呢啲嘢啫嘛，落嚟香港咪搞乜撚嘢啫？下半冇撚做到嘢喎。你落嚟，你個聯絡部你要聯絡好嗰啲官商民先得噶嘛？點樣交流？點樣知道個實情？嚇！你無端端端屌你有冇整集局長上去？咁啲公務員做撚好心慌慌。跟住個大學教授咧就點樣改啲合約制、兩年制？屌你乜到時到啊？唔知有冇得撈？邊度安定啫？人哋英國人嗰陣時係。好有經驗，叫做你一入公務員咧，你就係鐵飯碗噶嘛，啱唔啱？一上到做 VO 嗰啲係金飯碗噶嘛。你老母而家係鋼瓦飯碗，屌你咩隨時掟撚爛嘅，係咪啊？而家仲撚撲街，唔撚宣誓都死，係咪啊？成日好搞唔搞搞 DQ， 好學唔撚學啊嘛，咁啊人心惶惶咯，離心離德咯。無可奈何，佢咪踎喺度 hea 咯，唔撚出聲咯，有鳩你撲街咯，有糧出係咪啊？人哋有糧出。如果佢哋有講真心話，同你中聯辦、港澳辦講真心話，香港啲動亂咧一定冇出現，一定冇。人哋一定會教你嗱，你揾翻幾個民主黨派嗰啲頭咧入去行政會坐啦。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嘛！世界，你全部聽嗰土共講，壓撚曬位，咁而家咪玩撚曬咯。好啊，你就係香港殘官咧，有啲係出賣香港人嘅利益，又出賣啲同袍嘅利益，賣共產黨否嘛？有啲官員，咁啊及手及腳，咁啊掃撚走曬啲泛民咯。好啊，而家掃撚走曬撲街啦！佢唔知道共產黨個鬥爭文化咧，要揾人鬥啊嘛，如果唔係唔撚安樂噶嘛，要鬥撚埋自己咯。就官咪俾人鬥咯，係嘛？鬥完佢鬥建制派噶啦，過甩唔到責任噶。你參與香港做建制派，屌你乜你都冇搞到我香港。
你參與香港做官嘅，你管治得唔啱好，係咪鬥啊？係啊，冇撚咗泛民黨，咪排隊鬥呢班友咯。而家你係幾撚賺啊？我係嘛？你感受下啦。佢嗰班人捉落鑊噶嘛，咁咪全一路鬥上咯。啊，咁你嗰扎咁嘅建制派秋後線嚟噶啦，個撚個牙撚住喺度啊，燈油火辣，肚滿腸肥。點解佢咪換翻就係新移民落嚟嘅又有，再一早派咗好多人噶啦，換翻曬啲自己有咯，所以咪搞咗個紫荊黨出嚟咯，啱唔啱？啊，掃你嗰班人走咯，你嗰啲秋後線嚟噶嘛？秋天過撚咗啦，仲揸住把扇同炮啊！秋扇，係啊，仲好殘忍噶。好啦，如果你搞到而家咁樣咧，青黃不接，又冇人才，佢哋啲公務員又擺咗幾道門喺度，嗰啲旋轉門啊，一出嚟又踎去食環署，又踎去嗰又踎嗰度，又踎揾咩委員會，又踎高鐵。又踎喺機管局，涉緊咗幾多位啊？有啲走去醫管局踎喺度，又知你幾百萬年薪，啱啱？佢揾叻噶嘛，設計曬嗰啲咁嘅旋轉門，一退休有得踎噶啦，啱唔啱啊？所以你喺你香港，你香港政府越搞就越大撚鑊，你要搞埋個司法部。搞埋香港嘅司法機構就自己捉蟲啦，搞到永無寧日咯，自己去畫撚爛自己塊面咯，國際嗰度。因為外邊嘅世界啲國家咧係唔撚知你發生咩事噶嘛，靠啲傳媒報道嘅啫嘛，係咪啊？咁啊，你咪搞緊個不人道嘅聆訊咯，係嘛？係咪先？安民出聲啦，咪佢歐洲緊出聲啊！因為佢哋中過啲招嘛，以前嗰納粹國家咪搞啲皮毛審訊咯。你法庭啲好撚古怪咁啊！你朝九晚五點鐘吹雞收工，聽日再審，唔該你照舊照常擔保出去，有開擔保嘅俾擔保，聽日再嚟審啦。佢唔係喺度玩嘢，呢個咧係好撚我哋咪話諗乜衰喎？如果你呢個法官咁撚用嘅話咧，究竟佢咪裝撚阿爺彈弓咧？因為呢啲咁嘅形式審訊咁樣搞法咧，係屬於疲勞審訊啊嘛。除非你係軍事法庭，為咗軍事行為打仗嗰啲戰爭法庭咧，你先可以疲勞審訊嘅。正常嘅情況，社會咧唔得嘅。文明社會又。唔得噶，唔得噶，係喺納粹時代先有噶。咁而家你製造呢啲咁嘅環境，你唔知害鳩中央政府丟架，害緊中央政府又俾國際社會嚟廢你啊嘛。咁你特區政府咪戇鳩咯？你鑊鑊幫到忙啊嘛，啱唔啱？咁啊，當然我哋中國共產黨咁撚強大，唔撚驚你鬼佬，唔驚就話唔驚。咁你就算我唔驚，我都冇撚理由殘面懵高行出去㗎。我有朝一日，我哋中國啊，戇鳩部啲大人都要出去見人㗎嘛，去國際社會開會㗎嘛。咁你冇撚理由你同阿爺，屌你有冇查查攤上去塊面度行出去黑黑面俾人屌㗎嘛？所以香港政府咪戇撚鳩咯，嗰班官。你驚我走撚咗去飛撚咗咩？原本四月報到㗎，你提早可以。你話審你咪審咯，唔撚審嘅你咪俾佢，俾唔俾佢擔保你咪盡快講。搞呢啲花審，屌你有冇審撚到三更半夜？你而家走撚咗去？而家只個人好縮撚咗咁樣樣嘅喎，係自己都辛苦噶嘛？我屌你係咪？審犯我都辛苦啊，係嘛？唔係今日政協開會嘛，佢想要震懾。我開會咁，我梗係制期啦。屌你啊！咪行得出，你食得鹹魚抵得殼啦，係嘛？預撚咗啦，應該。如果冇預過啲係戇鳩仔啫，啱唔啱先？任你制又如何啫？所以嗰日我有個
即時花邊新聞，我出街㗎。我哋搞得咁撚辛苦，唔好撚搞啦。不如警務處長級以上就可以出嗰兩扣留你勞改兩年，咁咪簡單咯，唔撚使講理由嘅。四年得啦，係嘛？唔使經審訊啊，又唔當坐監。唔知道將來係咪啊？而家聽講話起緊緊啲集中營啊。係咯，係啊。係咪啊？係啊，快啦。會噶，整個勞改化，冇所謂啫，係嘛？你包咁撚撚皮啊嘛，係啊，啊咪集中營咯，扣留你去，我納税咁，係嘛？集中營咯，係，一年或者兩年或者三個月咯，啊，唔需要審訊，唔需要成，我一投訴，齊孤其子啊，係啊，賺又唔會喎，你搞錯喎。阿爺個市咧，香港實託到，而家你差唔多，你股市嘅八成都係中資機構噶嘛，係嘛？你敢唔敢沽啊？國企指數。你早半年前沽騰訊，輸撚死你啦，啱唔啱啊？佢數曬你牌噶嘛？建制派變成咗忠誠廢物啦。嗱，跟住而家你又話嗰啲要。愛國者治港啊嘛，我係愛國者治港都唔夠喎，有人出嚟講喎，嗰啲護法、警會、建制派喎，你唔好以為自己愛國得喎，你係變咗忠誠嘅廢物啦！呢個新名詞，忠誠廢物點樣講啊？啲人仔英文，布什啊 ，loyalty 布什啊，嚇，整個英文聽下，忠誠廢物呢個。你唔識嘅，一共產黨做幹部咧，要又紅又專嘅。紅咧就係中醫黨，金正苗紅你嘅出身，係咪啊？即係咧，而家你嗰啲咁嘅土共、工聯會支流，但係你萬家產廢物啊嘛，唔專啊嘛，即係唔肯識做嘢。佢度又紅又專咁變出嚟嘅，有國內嘅文化要求啲幹部啊。又紅又專，你喺中心呢黨又有能力，啊打鐵還需自身硬，記唔記得啊？啊，我哋習主席講過噶嘛，知唔知啊？嗰叫又紅又專，而家佢嚟香港咧，俾包隔離咗叫忠誠嘅廢物，即係你紅咧就唔撚專，得個嗌口號啫，跟黨走，聽黨話，啊共產黨萬歲！早過萬歲，噏撚完就做唔撚到嘢。你個左派、建制派、官員又係，議員都係。而家共產黨發覺咧，就成班冚家產咧，廢物。預咗啦。明白未啊？而家發覺啊，廿幾年後先發。先發現。咁撚戇鳩。咪而家發覺啦，我都早過撚咗噶，過撚個揾包愛國噶嘛。所以就算你個廣告版主任夏寶龍，我以為佢叫萬寶龍添啊，萬寶龍啊，你老母真係搞笑呢條友！愛國者治港，你憑乜嘢證明佢係愛國啊？係咯，口咯嚇，咁咪即係口號治港咯，咁咪忠誠嘅廢物咯，又係，都係都忠誠廢物。呢段嘢係有人駁佢噶，就話屌你係咪愛國唔得噶？忠誠廢物。好，你揾啲忠誠而唔係廢物嘅，都移撚咗民啦。我唔撚有料，啱唔啱？我埋大老細堆啦，洗受你嗰兩蚊錢起。我貪夠啦，走啦。係冇撚搞笑啊！所以香港咧。
嗰日我有個花邊新聞出街，就話香港變咗個斷撚股嘅世界，大家斷撚股冇辛苦啊，斷撚股啊，打針又斷撚股，嗯，啊，打唔打又斷撚股，無端端呢輪話打針，突然間我哋收到個短信，十幾種環境之下唔撚打得嘅，話北京市嘅指引，嗰啲疫苗啊，屌你係咪蛋蛋？咁政府點解唔公布咧？即係有咩病，有咩病啲血壓高啊，咩食緊藥啊嗰啲唔打得嘅，問你死未？咁啊，班人喺度識我大字咯，係咪啊？攞咗幾十億啦，當小校長。唔知邊個有份做間公司啊？查完阿姑爹，邊個有買佢股票？我大貓今日正話提過嗰啲肉鴨喎，阿邊人而家笑一笑埋佢，話有紫色嘅，嗱有啲咧都有色嘅，有顏色嘅有啲都啊，點解有呢啲咧？我有啲咧就好廉價賣俾我哋嗰啲木方班啲學生啦，因為母親節嚟緊。咁而家我哋大細書台嘅 VIP 咧，你母親節係幾多號啊？知道？五月份。母親節之前，你嚟揾阿方太買咧，1500一隻，自己揀啦，有啲靚啲添啊！咁大家知道啦，有啲紫色嘅玉眼咧，嗰日阿莊小姐嗰隻揀得最靚啊！紫翠。紫嘅翡翠，咁落呢啲高隻，春大彩有兩啲種色嘅。好啦，而家新嗰啲38元月費嘅大細超台嘅 VIP 會員咧，就除咗你可以1500嚟買一隻揀一隻鴨，有一你一入咧，你而家就我就信大家，以前我哋就要交夠6個月咧先送個翡翠小物俾人噶嘛，而家唔使啦。你我相信入得嚟我哋呢個台嘅 member 咧，都係君子多。總之你交咗台費第一個月，第二個月你一交埋第二個月台費咧，你就可以嚟攞嗰個 VIP 卡，同埋咧我哋送一個翡翠小物俾你。另外咧，你可以優惠價咧1500揀一隻玉鴨。28元舊嘅 VIP 會員咧，又係可以1500去揾阿方太揀只翡翠玉牙。咁你揀到俾阿婆啊，揀到俾阿媽啊啲老人家嘅，咁啊一個孝心咯，母親節多一個小禮物。好啊，如果你話你揀咗，你話我冇老人家送喎，啊你揀嚟賣，1500-3000啊？哇！呢個唔知你賣幾多啦，因為玉冇價嘅。中意就值錢噶啦，知唔知啊？嗯，買到30000啊！你本事，快嚟炒！佢因為有啲玉架點樣冇價咧？有個人打爛咗隻架，叫我傷嗰人，我咪屌你買個隻冇撚貴喎！一嚟傷咧要用黃金，要挑花，要成搞1000000。佢有紀念品，有紀念性，咁咪冇計啦。咁冇辦法。所以玉器咧，有陣時咧，你無論好貴，因為佢有紀念性，即係以前我媽媽留低俾我戴嘅咁，你明唔明啫？打得爛咗，咪想翻佢咯，即係紀念性。所以有啲玉咧係冇價咧，有好多啲咁嘅，有啲咁嘅因素喺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另外有啲咧就擺得越擺越靚。或者戴完隻鴨，或者戴完一個佛像，個家運好咗，或者自己運氣好咗，心情靚咗。係啊，所以好多係好感性嘅理由喺度，係嘛？仲有啲人會戴件玉器咧，佢打爛咗咧，佢驚㗎。哇！唔知有咩事喎，無端端個塊玉跌咗落地下爛咗，係我哋唔使驚佢。玉都有佢嘅壽命噶嘛，買我件啦咁，係嘛？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比較好神秘嘅學問嚟，玉話通靈噶嘛。咁大家
有興趣嘅咪揾方太咯，我哋唔勉強噶。即係原有嘅$28嘅 VIP 會員咧，可以嚟揀一隻額$1,500。如果新加入會員$38嘅咧，除咗揀一隻額之外，俾$1,500。另外咧，你第二個月咧就可以嚟攞 VIP 卡，提早唔使你交足6個月先有攞嗰個翡翠消費。有人問我喂，咁你第二個月送咗俾佢，佢第三月 cut 咗佢，咁咪恭喜曬，冇所謂噶，冇所謂噶喎。因為你因為我哋嗰個大細小台係一個教育嚟噶嘛，即係我唔係話點樣講咧，唔係大口氣。如果你睇過嗰個大細小台嘅嘢，你都唔醒少少咧，屌你咪嚟唔該你冇咧，你自己走啦，都唔撚想收你台費，真噶！我全部講係江湖事，咁撚幾廿年來喺個社會嘅經歷，係嘛？紅蝦白道，自己親身其境。親歷其境噶嘛，我哋做國際工作、政治工作，後生啊，係嘛？同啲官合作，官啱啱先講啲經驗俾你聽，你都學唔撚到嘢，冇撚增加你嘅智慧，我收你學費都唔撚開心啦，唔好話講埋我一個月俾2個日子你。去祝福你屋企人同你先人啦，啱唔啱啊？係咪啊？好揾值錢啊，大佬揀日子。我個朋友叫阿蔡伯毅揀個日子啊，$1,000,000啊，下莊啊。揀日子時辰。咁我都有時辰俾佢哋，你哋大家用噶。如果唔係咁撚安樂啊，個個都仲有嘢撈啊，嚇！我有個學生話：喂，係啊，我有個女學生，佢話：喂，阿 Sir， 升級加薪喎，佢美國公司喎，唔撚使翻工喎，屋企喎，撳下撳下咁都有升級加薪喎，仲加得幾多理想喎？撳下升職，唔使炒魷魚喎，有㗎，世間有因果力㗎嘛，世間有因果力㗎，係嘛？嗰日有個人嚟捐錢，琴日啫嘛，喂阿 Sir 擺咗你幾件玉器戴啊，哇！點解啲股票升咗幾倍啊？所以嚟捐錢你秒啊，幾好笑啊！真係搞笑啊！咁啊，大家你當我哋呢個咧係社會教育嘅服務嚟嘅呢個事實，我係有資格、有資歷、有能力去教呢科嘢。你在大學學不到的，因為教授都不懂我懂的東西，所以我說叫你那些今天他們判那些我們政府不能教了，你就讓他壓冷後到政審了之後convict了人家有罪，你就判了人家都未convict，還有一個無罪推斷，是香港的特色文化來的，一向嗰、那個遊戲規則係咁玩開，咪一國兩制嘅。你搞撚到個司法咁撚樣咧，無端端扣留殺人，提早要坐監扣押咧，呢、這個就破撚壞曬個一國兩制。玩下大陸法，咁你不撚完立嗰啲咁嘅勞改法咯，求其口噏噏咁咪拉撚咗你扣留2年啦，冇仇報，係嘛？何撚必啫？真係噶，你自己身為。常任理事國嚟噶嘛？而家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中國人抬起頭啊嘛！事實即係喺個世界亦都係有地位，所以好多人講啲嘢咧，話共產黨乜乜乜乜，亦都唔肯公道。中國人最撚威呢個時代啊！喺近呢100多年，掹三尾啊嘛！國民黨時代啱唔啱啊？蔣介石想信緊埋拜緊信緊埋耶穌教啊，大佬！睇人面色生存噶，夾撚埋你個蒙古獨立啊，啱唔啱先？所以大家要睇嘅，咁你啲細路年輕人
又講理想，又講民族主義，話咁你幾時中國人有今日咁撚威啊？你唔可以將共產黨嘅功績咧抹撚曬，唔撚公道噶嘛？你搞個奧運好簡單啊！以前嚇，人哋點解世界上要爭去投啲奧運翻嚟做咧？就話俾人聽，我個國家咧嗰個軟實力。是代表你嗰個國際嘅江湖地位嚟噶嘛？我哋當然支持中國強大，支持個江湖地位啦，亦都唔會支持嗰扎咁嘅低 B 幹部，屌你啦，冇水鬼星城王，嗰態度惡撚劣啊嘛，過撚咗火位啊嘛，囂張，形成咗係咁，行出去國際社會黑人哋啲細嘅國家啊嘛，幾種嘴臉啊佢哋，呢個真係要戒噶，你共產黨啲幹部。我都是這樣的，是啊，那就沒有家教咯，即是你共產黨沒有家教，你個錘仔黨，好了，跟著你又沒有進步喎，我昨天播出來了，西方世界那些舞台的藝術擺到的氣勢表演，普京出來攀掌一個畫面，大家聽到嗎？到我們習近平主席出來攀掌那個場景的畫面的氣氛，自己比較就冇自己閂喺埋門喺度打飛機，屌你有冇自我感覺良好？係咪先？灣仔係當大佛，無聊啊扮四條，笑撚死人啊嘛！你睇個春晚搞咩啊？我貼緊咗兩套嘢出嚟噶嘛春晚，我驚啲香港人唔識睇啊嘛！有劉德華啦，有成松呢條乞衣啦，你話睇佢畫面啊、佈局啊、嗰啲光投射、光影啊、舞台嘅設計啊、燈飾啊，似乜撚嘢？你話個春晚？衰撚個小龍社會啊！肉酸暴發户啊嘛！肉撚酸啊！以前清朝都冇咁撚男人殺嗰啲嘢，人哋有你睇翻清朝嗰陣時嗰啲舞台啊，慈禧太后舞台啊，有板有眼啊，大佬！你老母越搞越撲街，你老母啲中央宣傳部都搞乜撚嘢？你文化部唔知搞乜撚嘢？五顏六色冚家陰，鬼五馬六，係嘛？撚出得街噶，今時今日，我唔該你中央宣傳部，屌你乜得閒咧？睇下南美洲、愛爾蘭、西班牙啊，嗰舞台劇嗰啲佈局啊，冇撚亂撚搞啊，大佬！我哋身為中國人啦，丟撚架啊，大佬！咁撚樣嘅搞撚到啊，冇錢話俾我聽，我哋我叫啲人咧急啲錢俾你做報警。你又冇冇搞到亂啦？咁插嗰啲旗，係咪先？五十年不變，你睇翻五十年代五零年嗰、那個大會堂個背景開會，到今時今日，而家都係咁樣。啲錢乜撚？咁啊，插撚住啲錘仔、鎗刀旗喺度托炮咩？要進步嘛，進步唔係嗰把口進步嘛，要改革啊，大佬。成個廳嗰啲設計都肉酸啦、啊，滑撚突啊，丟鳩我條架啊！國歌唔撚似國歌，國旗唔撚似國旗，都唔知你屌你媽光明與黑暗啊！整幾粒星，係咪啊？屌你要重新搞過㗎，中國呢啲形象。特別嗰幹部嗰啲思維，都冇撚與時俱進嘅，即係話你個文明建設都係冇撚進步到，冇人肯去花心機搞。多啲高樓大廈咯，係嘛？一出嚟點咧擺中央電視台，一向外俾人睇到個畫面，丟架。唔係丟撚習近平架，大佬佢喺度講文化自信四個自信啊，大佬制度自信。係嘛？你搞到乜撚嘢自信都冇，連我哋都冇喎。我哋都冇，我哋個領袖點會有自信啊？我哋旁觀者清啊，大佬，係嘛？啲畫面唔肯見得人㗎，係嘛？個音響又唔肯見得人，點解得個嘈字？係啊！你喺個春晚嗰啲咁啊，啱啱嘈巴閉，有人睇嗰啲咩叫做咩啊？今日中國咩星啊？嗰啲，唉，我啲晚會。佢搞乜撚？有咩問題？嗱，咁啊 Sir， 有
有網友即係有網友就話啦，點解要 DQ 啲區議員選特首嘅資格咧？佢怕麻撚反嘛？話你話你抬撚高咗你身份嘛？要揾啲全所有嘅政協都有份選。咁我哋搞得咁撚辛苦，冇撚搞啦，直接委任算數。派個官來嚟啊！唉，英國人都係委任啫嘛，上面乜複雜啫？港督都係點過嚟啫嘛。你好簡單㗎，你揾個幾個省長嘅名，加埋幾個香港人。嗱，你呢度有一抽人名啦，你哋香港揀邊個啦都得㗎。乾淨落嚟，又唔好話唔俾你揀啦。我啊贊成黨官、京官嚟香港治港啊，真㗎。香港就係庸官真係要走，嗰度蚊繩，佢又冇話特登破壞你，總之係拖死你喺度 hea， 拖死你咯。但佢唔 hea 唔得喎，佢其他部唔 hea， 你諗住自己 hea 喎，唔係你唔 hea 咧跟唔撚到喎，佢成成套嘢咧調撚死咗嘅喎，唔係話係嘛？你猛筆嚟上嚟冇撚用噶，我嚟頭車唔撚到啊嘛。你咪越筆越多，咪攪撚咗條馬路咯，傻撚實咯。所以焗撚住要停工噶，你等我架車到，你先筆嚟上嚟搬上車噶，啱唔啱？而家香港政府部門就咁左棘右棘噶嘛，佢哋設計嗰個遊戲拖撚死曬。我話如果你想話牙雜啲咧，邊個睬你啊？你教我做嘢啊？你嚟做啊！啊！爆水喉咪有嗰個爆咯，閂緊個掣咪算緊數咯，冇水咪有冇水咯。你睇佢嗰啲大廈最近嗰啲話咩？嗰水管啊、殘舊啊、污水啊，咁啊以前嗰啲強制驗樓驗啲咩出嚟咧？即係冇撚人理嘅，知唔知啊？諗計仔度水就有啦，強制性你要驗窗，係嘛？上嚟打你心口。勞民傷財，諗啲死人計啊！激撚曬嗰建制派嗰啲組織嘅嗰啲有埋位坐波嗰啲人嗰啲公司啊，知唔知啊？梗係啦，圍曬㗎啦。係啊，你外人嗰啲人入手嚟啦。而家香港係一個好撚貪污嘅社會嚟，衰過五六十年代嗰陣。好撚，佢哋用你嗰個合法嘅途徑去貪污嘛？等於梁振英都係咁，圍埋你標，借撚咗你五千萬俾股東嘅，分少咗五千萬俾股東，有人揭發，哇！原來佢攞咗五千萬，告唔撚到喎，冇人告喎，税又唔撚使交喎，你係幾撚高爬咧？因為我波叔拉去擺計啊嘛，我哋屯地白粉波，係嘛？所以擺翻只暗棋喺度，啊，繼續摸水。而家市場收到風咧，仲話呢只咁嘅別色咧，想出嚟再做特首。嗯。嚇、啊。係啊。你咪搞笑。咁究竟呢啲咁嘅人物，你中聯辦咪包容佢咧？啲共產黨咪包容啲罪犯咧？佢包容啲唔撚忠誠嘅人咧？你作為公司董事收錢，股東唔知嘅，係咪對股東唔忠誠先？咁你共產黨包容呢啲罪犯喎、啊，雖然你告冇告佢，佢踩咗個灰色地帶，但你都有個道德上嘅操守嘛，你又袋咗錢落袋嘛，又唔使納税喎、啊，啊嗱，所以你哋如果想走税、想揾笨柒咧，你啊拜啊梁振英門咧就啱啦。包包你學過嘢。掌門，你唔揾佢揾陳茂波啦，都掂。嗯。有個師拜香港，嗱呢個人版嚟嘅，啊。根據我。咪係咯。又唔使俾人告話洗黑錢。嗯。係咪啊？仲話特首添。有案例。啱唔啱啊？嗱，香港好多高手啊！嗱，呢啲高手啦，你哋要學啦，啊，仲可以做到叫國家領導人，
各級的領導人、政協副主席，全國幾咁威啊？威過威士忌，佢自己以為啊，榜樣嚟嘅呢個。第二個問題。Doctor， 啲網友問啦，有邊種疫苗好？我問你。我隻隻冇打過，我點樣知邊只好啊？嚇、啊？唔同人唔同反應。審死官啦、啊！我哋琴日貼咗個美國嘅好聞名嘅前線女醫生嘅視頻噶，佢講呢個一個疫苗呢一科嘢咧喺美國，唔係講香港啊，講美國。個美國咧係一個大嘅騙局嚟嘅，我咪貼咗上去咧，大嘅騙局嚟，係串連殺嘅大騙局。大家得閒睇啊！誒，有踢鋪翻上睇，鋪唔鋪到？鋪唔到 YouTube 嘅，我擺翻我哋入邊啦。但係驚佢 YouTube 唔知會唔會 cut 啦。我哋睇一睇。在美國有件咁嘅事發生，佢成二千幾萬個 like 啊，點擊率啊，轟動喺美國，踢爆曬俾佢，呢個大騙局嚟，好多錢㗎。佢話你所有嗰啲禽流感嗰啲咧，佢同禽流感冇分別嘅，佢好多個案咧，啲人冇睇醫生咧，自己會好嘅。二十歲以內咧，全部都100%好快好翻。20到40歲咧，就多一兩日時間咧，佢淨係飲水自己都好翻，即係同普通流感冇分別。同埋佢限制咗佢，唔俾佢買一種藥，係好通常流行嘅藥嘅，感冒嗰啲食咧都好嘅。咁咧就話佢美國政府咧串謀咗好多嘢，即係有人喺度做手腳啊！呢個要幫翻中國政府講啲真話啊！一鬼都係靠唔忍住噶嘛！你諗下，你世界最撚大嘅騙案嗰啲老千檔，嗰啲金融風暴都係嗰啲鬼佬霸王噶嘛？啱唔啱？幾撚多人唔見錢啊？係嘛？雷曼巴拉打個銀行嗰啲啱啱先，下晚啱啱搞出嚟噶嘛，嗰啲金融風暴啲鬼佬搞出嚟啫嘛，係咪先？所以中國人要自強不息噶，真係盡量少靠外邊啲人，信唔撚過噶，害鳩你噶嘛。佢淨係搞啲環保政策，搞啲嘢扯扯到高，佢又行緊咗先有錢喎，佢玩得起你玩唔起？他用他的標準來要你照做，你窮緊緊的嘛，對吧？沒那麼多古靈精怪的，你什麼綠色力量那些？綠色和平那些？你查不到哪個組織的，那些人的背景很難古怪的。香港的環保組織都是的，你搞得亂搞，你唔肯幫襯翻嗰幾個人咧，嗰啲顧問公司咧，俾錢佢賺咧，屌乜嘢害柒你嘅又係，咁撚撲街噶，係嘛？而家好多呢啲咁嘅左膠嘅勢力啊，好撚壞蛋噶，所以我哋咪真係中央政府話全面管治應該嘅，我贊成噶。不但你全面管治咧，你都有個政治嘅倫理道德喺度嘅，有底線嘅。但係我哋中央政府，你共產黨，因為你個黨嘅主軸嘅思想咧，就以無產階級鬥爭為光噶嘛。但今時今日你唔係打天下啦嘛，坐度係擺度唔肯用嘅，你治天下要王道噶嘛。你鬥撚埋自己同胞嘅，屌你咩點搞啊？
大家各位，博士你揸住啲乜嘢啊？送俾顧問嘅世界聞名嘅藝術畫嗰啲群畫郵票啊，幾啲郵票啊，嗰啲畫係我收藏噶嘛。係。但佢今日見到我好恐怖嘅，你知佢你介紹我哋翻嚟。係啊，你介紹啦，你介紹。佢講佢講咪。你講啊，陳生講。個大師咧係我大師兄。我想香港現在我叫大師兄兩個，你真的沒這個真的是我大師兄。我們當年在六零年代一齊學西洋棋的時候，我們就一起了、所以我們的關係就是真的經過幾十年的了，要在天棒打過平手當年後來的巴比一路火烈打半天，那時候比我大隻一點。陳生，你到現在都這麼 fit 的？系冇啦，我精神咁好，慢慢就依然都好好啊。一講就五十幾年，五十幾年啦，五十幾年。喂，多謝大師兄。呢個古董嘅白菜咧，咪喺台灣嘅。係啊，坐得埋，係我一路送俾阿家傑哥。仲有嘢送俾家傑哥，家傑哥新春大吉啊！好，同阿小明哥又係拳手嚟啊！知你嚟啊，知你，我帶我做下先。得，我翻咗個錢。呢啲真係真材嚟噶。呢個係郵票真材。嗰啲畫就邊個啊？啲畫我噶嘛，你自己擺邊度？我收藏，所以有點咯，點樣引到古董出嚟？有日有時間，小工同我做啊，你一個個位咯，唔使壓住。呢度，個位，呢度，特登，我嚟送俾你噶嘛，呢個好珍貴啊！珍貴，呢啲真係，佢郵票嚟噶，小工做。係啊。故宮好少人嚟做藝術郵票噶，即係你要你嘅藝術品咧，好有價值。我哋北京嘅故宮唔係最多嘢，台灣故宮先係啊，係啊，我成日去啊，係啊，台灣嗰啲真係好嘢，全部搬曬過去，係啊，就係啊，好彩搬曬過去咋，係啊，唔係一個文革冇埋啦，真係要講啦，真係，如果唔係，我得啦，真係冇曬，冇曬，燒曬，賣曬啊，俾人賣曬，係啊，已經賣咗多啦。我去到英國，每一樣嘢都係中國，係每一樣嘢都係中國。大英國嚟㗎，全部都偷，係請人同工珍藏嘅。兩個大老闆，我依家攞出嚟，攞曬最靚嘢啦，啲畫就係阿旭，大家都係佢好靚啊！呢啲我諗下㗎，我都要揾人，我都想揾。咁啊，好多亞洲咁多大博士咧，廿年朋友啊，咁博士嘅品味咧，佢要唔使我再講啦。我要藝術同埋佛教文化嘅交流嘅發展。睇下你做呢個嘢仲正，我呢個係2021年咧，我第一件事就將太極祖師個像組出嚟喺六佛度，係第一個世界泰拳嘅六佛牌。咁啊，好驕傲，雖然呢個唔係我唔敢叫人做啊，啲人做出嚟不倫不類咧，食有間調啊，行啲唔理佢啲，有估到出嚟個效果係咁靚咁高嘅呢樣嘢，實係好特別啊！真係啊，係要佢先搞掂，好特別，好特別，因為做出嚟少你拎去估計，唔係錢問題啊，你唔知點好，咁結果出嚟咧，比我想象中咧。唔止好一倍，好幾倍啊！咁當然家信心，係啊！跟住全世界啲朋友都話邊度有得做下咁。而家訂咗，諗住同佢做發行咯，嚇！係咯，咁啊，多得呢個緣，大家都緣分，多謝曬。我打完我隔張第二間去攞個工。而家講，但我睇咧估計唔到啊，可能。因為我心目中呢場一場戰爭嚟，咁呢場戰爭點樣結局啊？好多唔同嘅因素，好多變數。咁大體嚟講咧，我覺得嗱，依家大陸控制得幾好嘅。咁但係西方就比較嚴謹啲，仲未組織起嚟，咁可能個形勢會逆轉嘅。一啲人一早都有周圍，一病毒咧，唔同普通嘅武器係好難對付。而且佢會變嘅，原出係咁，可能變三變咧。你有就算有方，其方你都有。咁所以我哋最緊要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莊正自強，最緊要自強不息。只要有朋友，好多謝曬，好多謝曬，好。